警方聯同醫療輔助隊人員夜晚到中環蘭桂坊一帶巡查，係咪有人違反檢疫令外出消遣？夜晚大約9點幾，一批軍裝警察進入多間餐廳同埋酒吧，逐一查問顧客，又檢查佢哋係咪戴上電子手帶。政府話，違反檢疫令最高可以罰款25,000元同埋監禁6個月。